面是34C 一个 open 景观带吧台的一房厅。Very nice。很大的 island 的大吧台，后面有很多 additional 的 classes。City view， 我们在34楼，所以这边的景观是 open 的。这边能看到帝国大厦，是 behind the road。High ceiling 的 apartment， 进门这边有两个储物柜，一个后卫，洗手间在当中。三个镜子都能打开的，然后浴缸淋浴、洗衣机、烘干机，然后卧室这边的景观也特别好，看到 Press Building， 卧室里面有一个 Closet， 来看一下下，很深，这 Closet 有点带 Walk-in 的。